我不要了，避免一百不要了。层数过高，注意脚下。有三刀。还有一次打枪，还有一次没枪。三刀打完。 霸主位置，霸主在一道。好，给好群控，给群控。电子五秒。一电子五秒。目标改变。 对，二链子准备，三二一拉。注意脚下。第三个，三二一拉，大团去一，没拉掉就等一，没拉掉就结束。来圈，来圈还有一次。对，第二次挨的，往中心来。 在三道，在三道啊！霸主在三道，接过来，接过来。第二个烙印，运还是没好，没好。还有五秒。注意脚下。拿一口 boss， 大团去二，就在二原地待着，在二啊，这个烙印我不敢进去，打 boss， 跳舞还有好长时间。来圈，进去一个烙印吗？我不敢进，看几个血。我小怪 A 掉吧，没转阶段，好 boss， 没跳舞。注意脚下。OK，大团准备，大团去一方块。 一三，下一个是一四二，下一个是一。你结束之后是四。OK， 去四，准备，四结束去二。来，走二。层数过高，注意脚下。 去三，三，三结束之后有霸主。还有一次，OK， 在四道，在四道，在四道，四道动作非常好。过来干霸主，先干霸主，先干霸主。 停控给他打 boss， 锁定十秒，准备去二，先去二，先去二。二什么呀？二减准备，二减起，二杠一拉掉，二杠二准备，再刷血，三二，等一下，三杠二拉掉。 三杠三拉掉，看保国的血。二杠二。啊，对，二杠二。大团去一，去一，去一，去一。然后艾的四准备，是不是？让你先往中边走。让你四准备。三链子准备。三链子准备。 他罩子骷髅，二一拉了，二拉，断一下，先来二，先四四四，先四，全奔，中心出城，先四，OK， 拉掉，没拉的链子拉掉，把这小怪 A 掉，要转阶段了，完了，小怪 A 掉，转阶段，注意脚下。 给个转，准备跳舞。
跳舞准备，去四四四四，下次是一或者二。走，二，二结束是四，二结束是四，四结束是一，要有寻根。走，是一，一结束是四，要回四。你有没有那个风行？再回四。然后看是什么链子，准备五三二一拉，四啊，第二个三二一拉，大团去一二二二，大团来二，大团来二，杠二，快点拉，三三要拉，战斧一站起来，战斧一站和呆子里起来。准备去找烙印，烙印在三道，在三道，烙印在三道。哦、oh, no！ 大不带力起来，没事，先打，先打霸主，大团在三，刚好在三，打霸主，打完霸主之后给群控，给群控，给群控，漂亮，继续继续。大不带力起来，把 boss 处理掉，拉链子五点起，五点起。准备三二一拉五点起，各减起，各减各减各减，然后各减三到二，三二一拉，有糖什么的赶紧磕，五杠三三二一拉，非常好，大团来四，大团来四，大团来四，下一波是控制，下一波控制不打，下一波是控制，战士你要那个那个 PI 的时候大喊一声，先打先打先打，好喊了喊了。控制控制，看霸主位置，控制小怪，直接中间来打霸主，烙印快过来，这个拉开了，打霸主打霸主，先打霸主，打霸主，五链子不管，打霸主，打 boss 吧，打 boss， 把霸主带到 boss 这边来，打 boss 打 boss， 现在要打 boss， 然后全团去三去三去三，打 boss 打 boss 打 boss， 链子不能处理了，来不及了，打 boss 打 boss 打 boss 打 boss， 加油，还早呢，链子还早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牛逼牛逼牛逼！那是容易，我天哪！刚那个怪。